张开着大篷车，看看这向往的世界，遇上伙伴们同行，抓了把星光洒着路，他们说不如直接飞到西藏，我说不要太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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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夏天有点热，想开着大篷车，看看这向往的世界，谁给情人写日记，谁说了一路往事，谁写了一首小小诗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我站在世界如寄，触摸生命的天际，我到处想开着大篷车，看看这向往的世界，遇上伙伴们同行，抓了把星光洒着路，他们说不直接飞到 Paris， 我说不要太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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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赶。
是不是太单纯？坏天使，好魔鬼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上帝不想问？坏天使，好魔鬼，谁更加可恨？到底是谁在？是不是很矛盾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愚蠢。坏天使，好魔鬼，该怎样区分？该怎么为你打分？坏天使，好魔鬼，有没有可能就当一切没是不是太单纯？坏天使，好魔鬼。